甘美味的海鲜干面，加上澎湖盛产的小馆，搭配虾子等四种海鲜，看起来相当美味。这间位在麻公市的知名面店日前接获海军电话订单，预定一周后外送120碗海鲜干面。到了预定时间，老板外送至指定位置，依照订购电话联络，却都是转到语音信箱，联络不上人，只好再把面带回店里。他们也没办法，对吧？他们也没什么，对吧？据了解，由于老板是海军退伍弟兄，加上为人低调，回家后自行上网 po 文，当时仅说明是厂商因时间联络错误无法取单，而每碗80元的海鲜干面都以特惠价60元卖出，店家全部自行吸收，没有怨言。后来他们有说要处理后续，所以都很圆满，这样。他们就是说晚上要来拿，可是我说因为晚上可能放到晚上就比较没那么新鲜了，是才卖掉。然后他们有几天有给我们订100多碗。老板表示，隔天海军舰长等长官曾致歉说明，并在当下又订了120碗的海鲜干面表示歉意。不过因为老板个性低调，事件原本就此落幕，直到老板友人不经意爆料才曝了光。所以现在澎湖不只有家出名的爱国饮料，还有一间爱国面店。记者严玉龙、徐竹新，澎湖综合报道。